各位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这个窗帘后面有什么？现在给你们看哦。Hello。Hello。现在看我们在哪里？还是你已经说了？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。哦，我们在一个丽拉度假村。这就是我们的 villa， 哎，很大的 villa， 里面真的很大，好像比我们住过那个巴厘岛还更大。小朋友早上一起床，他们说我们要游泳，我们要游泳，那就让他们游泳吧。而且这边的游泳池啊，这边比较浅，小朋友可以玩。那那边稍微深一点，但是也不是非常深，但是小朋友就是还是注意一下就好了。看他有游泳圈。要不行啊，快不快不快，要不快就快不就，要不快就，已经还没有。学游泳呢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直在他的旁边，帮他习惯一下。三比六嘛，那是就是个 stop 了。那非得没那规则吗？一机站起来都这个水都它可以到这边，所以我猜这个水差不多60公分，因为它90公分嘛，现在差不多吧。欢迎光临我的新家，没有啦，就是那个度假村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这里面真是超大的，一个30坪有吧？超过吧。然后看这个很大，它有一个。客厅啊，然后那边是那个吃饭的，这个餐厅比我们家还更大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，这感觉是个会客室嘛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厨房，然后厕所这样子。然后楼上也很大，不过楼上它主要是一个大的主卧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合适可以睡人这样子，就等于是有点那种宫廷般的享受。这个饭店呢、啊、叫日辉度假，我们是第二次来了嘛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饭店合作，就是呢，来这边住宿的客人啊，进来都有一个住房礼，就是我们的天然土耳其无花果干。然后上面我们附一个小卡，小卡可以特写一下，写这个字的人自己念一下。土耳其来的天然好滋味，陪你一同探险台湾五峰。这是我老公亲手写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字，其实你的字蛮好看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，中文字是他自己写的、哦、完全他自己写的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外国人的中文很棒。但是我在想说，有可能你们来住的时候，有可能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影片来住的时候，也许有可能他们已经送完了，不晓得。那如果还没的话，那就恭喜你可以获得一包完整的一包，不是试吃包哦。那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也没有空过来的话，也没问题，就是一样，我们可以在那个商场上面可以买到我们的天然无花果干。我们来看路了，结果刚刚在孩子车上睡觉。哎 ，Kim， 可是不是你在那个阿拉修什么用事？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你们看，有人乱丢的是，而且不是在那边呢，这里还有。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这次不要生气。你们已经知道我想要说什么吧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哟、哦。Türkçesi geyik bunlar. Bir tane baby var. Bir bebek var.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 Hadi bay bay. Bye bye. 你没有来过这里哦。这里没有。等我踩上去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，虽然现在有点天气阴阴的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风景哦。超美的，这些花东纵谷。对啊。第一次看到，来拍个照片。眼前传说中的绿叶高台。这里看到一只新的朋友，奥迪，就是这只狗。按摩哎。哦。这个是。一直超开心的，找到一个新的朋友，跟大宝，名字叫奥迪，奥迪就是刚刚问过，他们说黑猪台语的奥迪。我们来到绿叶高台，虽然没有办法进去，因为呢，他们说只有在地人真的可以进去吧。对，今年只有台东人。是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在这里，现在可以打卡吧？1、2、3 ，Oh yeah！
又开始去旅行哦。杰斯的旅行社很有名，应该是台湾最有名的景点之一——波浪大道。刚刚从我们的房间出来，结果刚好是遇到了这边的员工，他说我可以带你们去外面的那个猪脚踏车的地方啊，超好的，超好的、啊，哇呀，谢谢你，哇呀，嗨喽，你好，好久没来了、哦，对啊，这是一个选择，但是呢，我们三大两小，谢谢帅哥，谢谢帅哥，老婆的姐姐也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三大两小，这个不够，一定要找大的。这个不够，这个太小了。对，那个太小。对，我们要一个大的。哦，北派哦，这可以啊。我就是你们的司机啊。这个是开关嘛？对。这样打开，然后呢？打开，轻轻加就走了。就这样子。你不是有骑过吗？你不是有骑过吗？哎，速度蛮快的哦。真的速度算不错，简称无数，欢迎你。那边还有一个无风树哦，比较不有名的那个，小的那个。我们后面的就是简称无数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去找无风树，无风树前面的那个没有人的那个。来到波浪大道。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，就是一个打卡的点哦，很有名哦。来到这里一定要从这边拍一下片，你们看后面都多美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哦耶！各位朋友，给大家看看，看看知道是什么？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个景点哦，你们会觉得天哪，到底这里是台湾吗？大家好 ，Hello， 刚好这个时候要来，今天是8月20号，因为呢过了8月之后呢，金针花不见了。这里我来过第二次，而且平常来看不到那个盛开的样子，我觉得我们这次真的超幸运的，八月底刚好盛开，而且现在差不多3-4点嘛，然后应该等一下会下雨，所以现在比较凉，所以我们很幸运。然后妹妹刚睡醒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漂亮。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哦，应该有7年的，那个时候主持节目，后来没有机会了。整个环境分享给你们，下次呢记得8月底左右来这里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拍得到很多很美的照片。我们台东的旅行在花莲结束了。对对，因为这边其实离池上还蛮近的，蛮近的，差不多从池上那边我们的饭店到这里差不多30分钟。对，然后呢到这里给家那个漂亮的时光，希望你们下次也可以来。没有来的话呢，可以看我的影片，也可以享受台湾这块土地的很多美景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See you。拜拜。